你想干嘛？做戏就要做全套啊。都成亲了，放开我一下怎么了？走开！害羞了吗？当我们不存在吗？哎呀，众位抱歉啊，媳妇儿不听话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个女人又是谁？我老婆呀。那严胜廷呢？老兄，这有什么好问的呀？男人三妻四妾不是很正常吗？哎呀！哼，阁下真风流，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命享受了。你给我废了这个小子！当日之数，今天就拿你的命来还报。他居然与你想小成了，管你是真成亲还是假成亲，死了看严家还拿什么推脱。正好。猎桃掌，今天就拿你来试试，我到底有多强。一招妖鸟啊！居然是真劲，他什么时候学的？我已经这么强了吗？形势不对，先溜为妙。你们想去哪儿啊？送你们一个惊喜。你们快看，他的裤子都破了。你们这些混蛋，给我等着！师叔，我们得赶紧离开，这次立峰吃亏，肯定会找人来报复。来不及了，我感应到客栈四周都是他们的人。怕什么？有我呢。你有所不知，天火宗所在的附近有一位运灵境大臣剑坐镇，拥有龙蟒灵相，实力非常强大。既然逃不掉的话，那我们不如今天就洞房吧，不然死了多憋屈。哎呀，境界虽然有差，但你若是印出圣兽灵相，或许还能与他一战，只是当前时间紧迫。放心吧，给我半天时间，我定能孕育出无敌灵相。老板，给我开间圣房。可惜我自封了身体，不能帮他，不然短时间内定能孕出圣兽灵相，现在的话不该奢望了。你一定要孕育出圣兽灵相啊。凝，能不凝这个吗？不好意思，失误了，再给我拧。就不信了，再来。
你这是在重新逗我呢？啊，离我远点！再试试。凶兽穷奇，你成功了，孕育了他，你足可傲视一方了。还不够，我要孕育天地间第一灵象。圣兽都不满足他，他到底要孕育什么灵象？谁？是你？夜雨在吗？他在修行，暂时不能打扰。你和夜雨怎么相识的？怎么相识的？萍水相逢而已。啊，别担心，你的夫君没人惦记的。啊，不不不，当时只是权宜之计，我没有要嫁给他的。哼，说的我好像多稀罕他似的。你是琉璃天体对吗？啊，你看得出来？这很难吗？我能很容易看出一个人的修为，但夜雨，我却看不出他的潜力到底有多大。什么？他潜力大？也许你一辈子会被他压制的。我成功了。300年前，人族最强的御灵师以身化鼎，封印了为祸人间的黑龙帝尊。帝尊残党从未放弃对御灵传人的追杀。青青，我要你去斩断与他的因果。尊主大人的命令，你还是忘了。你能控制定灵针？难道你是？我要成为天下第一御灵师。扫码关注，所以。